天穹，你身为长老，事情真相尚未查清，你就痛下杀手，我看你不仅老还蠢。苏凌玉，还想跑？臭丫头，去死吧！小雨峰罗征对阵青传弟子王彦淼，你的弟子竟然下如此毒手！天穹在对战安排上做了手脚，想置你于死地，要小心。你敢把手拿给我瞧瞧吗？救妹妹罗燕，斩妖族，斩强敌，历经磨难，终于燕儿重逢。直面天蝎妖皇，也因此身魂俱灭。待我归来之日，百炼终将成神。我还活着，有一位大能用仙府的力量将你复活，按照命运的指引继续前进吧。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得赶紧回宗门。敢在青云宗内行凶，找死！天穹，这笔账迟早要和他算清。罗征，我给你个说遗言的机会，我要你死。罗征，小混蛋，姐姐今天一定把你玩死。罗征，乖乖成为我的裙下之臣，你所求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。我要你死。给你生路你不走，偏要往死路上送。光暗两开，以正道正天。你们都是我掌中傀儡。红尘多烦扰，情爱多苦忧，理想多磨难，放弃吧，离开吧。苦难也好，放折磨也罢，这是问道。四海千山皆拱服，九幽十类尽除名，妖魔伏法。都给我跪下！我被青云宗弟子齐聚，诛杀妖妇，生死要何惧？千锤百炼，成我大道。燕儿，注意周围，
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妹妹也可以保护哥哥的嘛。注意地下，让开走。哥哥，我来助你。你们的表现很不错，让我稍稍起了一些游戏的兴趣。哎，这些之妖是我灌入万千毒物炼制而成，只要不是灰飞烟灭，都可以快速恢复。你们若不拿出点新花样，可就玩不下去了。哥哥，既然这些尸妖可以快速恢复伤势，我想到了一招能将他们一口气彻底消灭。你的意思是？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爱玩的窜天猴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给他们来一个火花带闪电。妖族，受死吧！道化万千，你们距离神丹境明明遥不可及，却能自创出如此威力的合招，天分不低。但若与我为敌，还不够。那什么阵法？